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79页倒数第六行，看起以下分摄是好，下面是念老的注解，为我们分别介绍佛十种同好。这十种同好表究竟圆满的性德啊，那必须要知道，这个时候一切众生也有啊，佛有，众生都有。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为什么？从十号里头就明白了啊。那么从四上讲，诸佛如来他们的心得没有任何障碍，完全现前了。我们六道众生迷得太久，迷得太深，虽有不能现前啊，甚至于说这十条任何一条我们先前都没有啊，所以变成六道众生啊。如果我们把障碍除掉，让我们的心得圆满地显示出来，这人成佛了啊。由此可知，迷雾是一念的，众生跟佛也是一念，一念觉众生成佛，一念迷佛成众生啊。这个事实真相我们一定要认识，要能体会到，真正体会到，我们对于这一生念佛往生成佛就有坚定的信心，就不会有丝毫怀疑。所以这个十号非常重要。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一排列的顺序，注经也不一定啊，
但是一般都会把如来摆在第一。如来什么意思？如者真如也，成真如之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啊，真如，什么叫真如？真就不是假的，它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是假的，不是真的。这凡所有相，包括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经上没有说，除十宝土，没有这句话。那换一句话说，十宝土也不例外。那么十宝土跟十法界跟六道轮回不一样，六道轮回是心性，它有十变啊，阿赖也是把它变化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是法界，变成六道，全是阿赖耶的事情。如果我们放下阿赖耶识，那个世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十宝庄严土的特色，让我们明显觉察到无量寿。啊，它所有的现象没有生灭这个现象在里头，啊，不像十法界，我们这个六道，一切法都有生有灭，啊，这个生灭，现在科学家借助最新的科学仪器观察到，啊，能够观察到千分之一秒，啊，千万分之一秒，佛经里面，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佛问：心有所念，这个心是凡夫心，就是我们念头，我们起了个念头，即念即相是也。这一句话里问了三桩事情：有几个微细念头，有几个物质现象，有哪些精神现象，实就是精神现象啊，像是物理，实是心理。然后问三桩事情，弥勒菩萨回答：弹指啊，弹指之前，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啊，32亿乘8000。百千是十万，32亿再乘十万，320兆，这一弹指，啊，也就是一个念头是320兆分之一弹指，我们毫无感觉啊。这个现象就在眼前，
从早到晚没离开过我们啊，物质现象如是，精神现象如是，自然现象也如是，它是生灭法。那么十八图里头没有这个现象啊，好像它永恒不生不灭，我们看到这个样子的。啊，那么十八图里头只有影现不同，有缘它现象，没有缘相就不见了。啊，赢的时候不能说它无，现的时候不能说它有。影现也如，影现不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啊，这叫真如。啊，如是完全相应的意思，圆满相应，究竟相应。啊，变法界虚空界就是真如。啊，有现象的真如，设法界六道还带着阿赖耶，变幻的谁能见到？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他见到了。啊，真如，我们中国人知道，《大学》中有。成熟的时候，礼记成熟的时候，佛法还没到中国来啊，中国人就能说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明德就是真如。啊，明德的相，明德是体，真如是体。啊，它的相是什么样子？亲民。亲民什么意思？慈悲。它的作用止于至善啊，佛法讲体相用，一二三，三二一，一体。所以中国古时候这些神仙的老祖宗，我们从大乘教义里就观察，不是凡人呐。啊，那是什么人？我觉得，诸佛如来在中国这个地区实现，像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二位说法，中国人信神仙，所以这中国人信的是感呐、啊，如来就有应，
啊，在中国示现沈先生，啊，在印度示现佛菩萨的身，在欧洲示现基督、耶稣、摩西，现这样的身份，全叫如来啊，全是真如变现的啊，真如变现，六祖一句话讲得很明白啊，他老人家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万法是整个宇宙，啊，佛教里面说整个宇宙，没有说是神造的，是缘起，讲得好。缘起凭什么？凭自性，自性发而如是，自性不生不灭，自性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真的，永恒不变。啊，它还是定的。六祖给我透的信息，本无动摇，它从来没动过。啊，摇也是动，没动过。啊，极其细微的动作它都没有。如如不动，这是什么？自性本定啊！那为什么佛教主张修定？道理就明白了，唯有定的功夫跟自性本定相应，回归自性，这就是如来所证得的大定。定生慧呀，慧是对万法通达明了，没有丝毫错误。那于是我们就知道了，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通通是自性本来具足，与外面毫不相关。那么我们今天都是向外求，错了，要回过头来向内。像内里怎么发现呢？修定啊，你看，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这是究竟圆满的大定，如来真的菩萨真的的次一等。菩萨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叫无明烦恼啊，像水一样一动它就浑浊了，它就起波浪了啊，照见的功夫就失掉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自然开智慧啊。我们学经教，八万四千法门，学经教也包含在其中。
全是修定，84000种修定的方法，无量法门还是修定，法门真的无量无边，统统是修定。修定简单的说，就是放下起心动念，放下分别，放下执着，单单放下执着，小乘定，阿罗汉啊，不要小看阿罗汉，证得阿罗汉果，六道轮回没有了，超越六道了。六道是一场梦，醒过来了，六道不见了。不见了，眼前现的是什么？现的是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六道是释迦牟尼佛的秽土，造善恶业变现出来。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业了，还有染净，证得阿罗汉果，我们经体上的清净心现前。这个境界要跟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的人，而且待业是下下品往生，阿罗汉跟他比怎样？不如啊！为什么？阿罗汉不能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他完全凭自己修行的功夫真的阿罗汉果，将见思烦恼断尽，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极乐世界的，都得到阿弥陀佛48愿的加持，得到阿弥陀佛无量劫修集功德的加持，能将这个往生的人立刻提升到阿惟越致菩萨，比阿罗汉高太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想证阿罗汉不可能，别说阿罗汉，出国须陀洹我们都没份了。为什么？须陀洹要断三界五种见惑，第一个身见，他真的不再执着这个身生活，他确确实实把这个身呢当作一件衣服看待了，不生活是我所有的，衣服不生活是我所有，衣服脏了换一件，身体坏了换一个，他不是我，我们不行的，我们真正把身体当作我，这个功夫你试试看，
你能不能做到？啊，这个功夫能做到，其他四种见惑不难断。边界，边界是对立，对立放下了，和谐就现前了。啊，佛法讲的六和境就圆满了。啊，戒取戒，见取戒，这两个合起来，我们中国人叫成戒，自以为是。啊，某人成见很深，啊，不容易接受圣贤教诲。啊，最后一种叫邪见，这五样都放下了，都断干净了，真虚脱还果，小乘初果，你就晓得多难了。啊，那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门，就非常格外的值得庆幸。啊，太难得了，我们遇到了。遇到这个法门，这个法门修学容易，相信难，太难了。声闻缘觉不相信，三乘菩萨不相信，乃至于十教菩萨相信的也不同。诸佛如来称之为难信之法。我们难信，我们为什么能信？这个答案佛在经上说出来了。我们是过去生中无量劫来多生多世修学这个法门，累积的善根，而且还得诸佛如来的加持。这一些诸佛如来，我们过去都曾经拜过他，都曾经跟他学习，都曾经供养他。啊，以供养无量无边诸佛如来这个功德加持，这一生遇到了能信。啊，信心坚定，愿意往生，一向专念，这一生成就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学习这个法门，学别的法门，那就是修习一点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是老实话。啊，试试看，把烦恼习气断掉，你就知道它难。啊，所以他成真如知道来成正觉，像释迦牟尼佛。真如没有现象，性相也如。啊，只有契入这个境界，他明了。六道凡夫
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不知道，全迷了啊！啊，真如在哪里？真如无处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我们学习常常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电视的屏幕就好比是真如，屏幕里面现的这像，那就是一真法界、十法界、六道轮回啊，那是画面。画面没有离开屏幕，屏幕没有离开画面。我们在看画面的时候，真妄一体啊。但是会看的人看到真，真相就是屏幕，屏幕上一无所有啊，他所现的像假象，刹那生灭。啊，生灭的频率，那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0兆次的生灭啊，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有人告诉我可以弹7次，我相信。那在晨起2100兆次，一秒钟，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怎么会晓得？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哪一个生命生活？不可得了。根本就没有我的存在啊。相续相，我们看的现象全是相续相，我们不知道相续相，以为是真的啊。相续是相似相续，不是完全的啊，就这个念头，它里头现的相，现的相是整个宇宙啊。第二个念头也是整个宇宙，但是第一个相跟第二个相并不完全相同，大同小异。我的看法是小同大异。这真的不是假的，念念不可得了。所以佛在《金刚经》上在告诉我们，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我们现前面对的现象，现象从哪来的？是我们自信变现出来的。我们自信有别业，有共业。别业共业本来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现在有执着，有分别，它不通了。分别执着放下，自然就通了。智慧开显了，诸法实相至少一半见到了。啊，还有一半
必须到妙觉如来的果位才完全通达。所以这叫如来。下面又一个意思，又如诸佛了，安稳到来，此佛也是亦如是，如是来，更不去后有众，故名如来。后有是六道轮回的现象。更不去后有呢，他不在轮回当中，超然了。这叫如来。第三个意思，这都是佛在经上常说的，如诸佛而来，故名如来。经佛如同古佛之再来，这句话是真话。我们现在能体会到自信总是感应众生有感，他自然就应感的人有念头，也就是说有起心动念，有分别之处，应的人没有，不但没有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也没有，所以叫成如实道而来应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得自在，没有丝毫障碍。帮助众生，成就众生，把众生送到极乐世界，这是圆满功德。有没有起心动念？没有。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诸法的升起，第一个起心动念。从起心动念生分别心，从分别心里面生执着心，一个比一个严重。这世间法里头没有这种讲法，唯独佛有，所以佛一定要出世。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跟佛一样了，佛又何必多思，就不需要应了吗？只有佛能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除佛之外没有人能把它彻底讲透彻讲明白。佛的影响是自在的，虽有影响，没有起心动念，这个一定要知道。所以叫如来。又何赞说，涅槃梵恒平月，云何名如来？如过去诸佛所说不变，云何不变？过去诸佛为度众生，说时而不应，如来亦然，故名如来。时而不应，
是说佛说经，总共使用12种不同的题材，那如同长行寄送，这是文字上的差别啊。因此12部经代表佛一生所说的一切经教，啊，佛来到世间是来说法的，这一点不能不知道啊！啊，同学们出家了。出家为什么？出家了，为教化一切众生而说法的，这就对了。哪一尊佛不说法？哪一尊菩萨不说法？哪一尊罗汉不说法？找不到。啊，这些人到世间就是一个使命，一个愿望，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这是佛的本怀，这是佛的本愿，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教学，那我们现在叫教学，佛经上的话叫说法，经现在说法。无论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只是教学的手法不一样，通通都在说法，或是言行，啊，言教，或是身行，身体做出榜样给他看，让他就。啊，他来问的时候跟他讲清楚讲明白，身行言教啊，啊，诸佛如来包括阿罗汉，他们有没有辛苦？你们想想看有没有？答案是没有。为什么没有？他没有身见。我们有苦啊，为什么？有身呢、啊、执着这个东西身呢、啊、他才有苦啊。他没有身呢、啊、没有身哪来的苦啊？是他没有苦啊。啊，你别看老和海鲜老和尚啊，好像一生很幸福，他一点苦都没有。身见破了啊，所以他每天那么欢喜那么快乐，那是真的，那不是假的啊。还有辛苦，还有劳累，那都是因为有身，身见没破，身见破了的不知道疲劳，啊，那么这些烦恼、疾病、痛苦全没有了啊！啊，所以金佛来了，菩萨来了，也如是，
啊，称他做如来。又会书里面说，如来有三义，为法身、报身、应身，通通是如来。有这个现象，有这个事实，千万记住，无论是应身、报身、法身，都没有起心动念。妙就妙在此地。啊，他说他起心动念，那是舞台表演，给我们这些人看的。啊，如果他把真实相告诉我们了，我们不敢相信，我这一生会成佛。为什么？看到他多生多劫修行成功了，我没有修，那怎么会成功？啊，所以他给我们现身，给我们说法，一定应我们的根性。我们是上上根，他用上上法；我们是普通的根，他用普通法；我们是下根，他用下法。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我们是小学程度，佛就是小学老师；我们是中学程度，佛就是中学老师。啊，我们是研究所的程度，那佛就是博士班的老师。我们有分别，他没有分别；我们有起心动念，他没起心动念。下面是《金刚经》里头说得好，啊，《金刚经》云：“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此法身如来也。”法身在哪里？法身遍一切处，法身遍一切时。所以现身说法是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都在眼前，没有过去未来，没有此界他方，也就是时间空间全没有了，就在当下。这是讲真话啊，这不是说假的。下面《转法轮论》里面说，第一义谛叫如，正确明来，这是报身如来。报身如来在哪里呢？到极乐世界就看到了。极乐世界，我们在同居土、方便土、十报土所看到的阿弥陀佛，全是报身如来。啊，我们有机会可以见到。啊，你看，第一页一地叫如，地是真实，第一真实，不是第二。完全讲的是自信。自信是第一义谛，能生万法，
有二有三呢，就不能生了。一太重要了，一门深入，一向专念。啊，我们能守住一，这个一是任意，不是独一。啊，任何一个法门，你能够守住，一生守住，不改变，没有不成就的。这成就什么？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这叫入啊，第一滴叫入啊。啊，正觉叫来。啊，他的觉悟是正确的，没有错。为什么？完全是自信本具的，不是从外学来的。外面学来的知识不叫智慧。啊，这是本性本来具有的智慧现前。啊，所以此报身如来也。在极乐世界看到下面成实论，这小清净成如实道来成正觉，故名如来，此应身如来也，释迦牟尼佛所实现，是这个境界。啊，成如实道啊！啊，如实道，就是第一点。如实道就是法身。啊，从法身变现出应身、应化身。诸菩萨也如是。菩萨在十宝图，有缘的众生跟他有感，他就有因。啊，他从十宝图来应化身相来教化众生。啊，注释时间久暂，完全是感应。众生感应的时间长，他注释时间就久。众生学一个阶段不耐烦了，不想学了，他就走了。啊，视线灭度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八十年，我们一般讲他八十岁过世的，啊，世尊出世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当时人寿平均是100岁，他提前80岁就走了。应该得度的就是即是即感相应，凡是成熟的都成就，至少也是阿罗汉。啊，证得罗汉，证得菩萨。
大部分的善根成熟的都往生到极乐世界啊，他度化这个事情圆满了，这一个阶段圆满了，实现入般涅槃。这是应身如来。又天台受量品书，天台是智者大师啊，对大师的尊称，不称名，也不称字，也不称他的号，称他居住的地方。他住在天台上啊，受量品是《法华经》里面的一品。那他有《法华经》文句，就是《法华经》的注解，智者大师的所做的。啊，现在留在《大藏经》里面。啊，受量品书里头有说，儒者。法如如镜，非因非果，有佛无佛，性相常然，变异切出而无有异，为如。这解释得很清楚了啊，什么叫如？法如如镜啊，如如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样子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它没有因果，它没有生灭。啊，这个要怎么讲呢？我们才能有一个概念啊，一定要懂得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一弹指啊，也就是32亿8000，我们乘出来320兆，一弹指有320兆个念头，每一个念头都现象，现全宇宙，啊，整个宇宙，啊，不是现局部的，像我们看电影幻灯片一样，啊，每一张幻灯片都是整个一个屏幕相应的，啊，不会是一半，不会是一部分。每一个念头都是一个完整的宇宙，但是每一个念头的里面那个宇宙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看到很小的范围好像是一样的，今天和昨天没什么改变，你看整个地球就不一样，你再看银河系更不一样啊，再看大千世界那差别太大了啊，所以我说叫大异小同啊，不是大同小异，大异小同，这真的一点都不假啊，那我们才能看得懂这个意思啊，法如如镜，这个境界就是这样的。没有因果，它是念头变现出来的，而且时间太短了啊，一秒钟里头它一秒钟
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根本就无法想象，因为我们才动一个念头，就320个波动了。啊，320兆，不是320个，320兆。啊，1秒钟是2100兆次。你看，多快速！啊，每一个波动现象是一个宇宙，完整的。啊，每个念头都不相同。啊，构成现前这个画面，我们生活在其中，完全不知道。不是佛用这个善巧方便给我们说明，我们不能相信。啊，没有今天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的信心不踏实，还有怀疑，不是我们境界。我今天看到科学报告，纳米相机可以能捕捉1000万分之1秒那么短的这个现象，能捕捉到啊，所以我相信10年之后，不要到20年，宇宙奥秘第二个会被科学家揭穿，那就是念头是什么，物质是什么，明白了，跟佛经上说的一点没错。现在第二个，念头是什么，物质是念头变现的，念头是什么？啊，科学家才有10年的努力，应该可以搞清楚。佛在经上告诉我们，我们凡夫用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的极限。对外可以了解整个宇宙，对内呢可以能够圆到阿赖耶，阿赖耶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圆不到自信，也就是说他不能明心见性，他要明心见性，他就是佛菩萨。啊，那只是一个科学家，了解事实真相不得其用。啊，学佛的人不用科学仪器，用禅定功夫，用放下的功夫，彻底放下，人在禅定当中。能证得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德相，像华严经所说的啊，佛法是叫我们亲身证得的受用，受用就是发生般若解脱，解脱是大自在啊，没有障碍了。啊，在变法界、虚空界，随时随处都可以现身，
现身还没有起心动念，对方起心动念，顺着对方的念头现身说法，不随身自己，随身自己没有念头，真妙啊，妙到极处啊。所以应化身像释迦牟尼，这是个好的样子啊，他没有因果，他不造业，我们有因有果，有因有果就造业，没有因果不造业了。下面说，有佛无佛，性相常然。有佛是现，无佛是隐。隐现也如，性相不二，常然的，它就是这样子的。变异切出，而无有异，这叫如；不动而至，这叫来。他来现身，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叫来。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给我们解释如来。说得好。知，知为法身如来也。盖佛有法报化三身，故如来的解释也有法身、报身、应化身。应就是化身。具如慧苏所说。慧苏，日本金宗大师。无量寿经的注解，他说，第一个，无来去者为法身，法身没有来去，当初出生，随处灭尽，这是法身。那么第二，正觉于第一义谛，真如实相如实而来，这是报身。他从哪里来的？他从十报头来的。第三种，成真如实相之道，二成正觉，如实而来，这叫应身。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地球上所实现，应身如来。注释：皆可依慧师之说而知其意。上面这些解释通通可以依照慧疏。慧疏说的这个三种，我们了解个这个名相的概念。它是自信流露出来的。自信随缘不同，缘有胜有劣。最殊胜的是十宝图化身菩萨。这个一定像阿弥陀如来在极乐世界
所现的身是从长寂光里面流露出来，长寂光就是真如，长寂光就是实相，长寂光是一切法的离体啊，这里头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正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个个相同，没有例外的啊，所以生佛平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稍稍有这个概念，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大智大德大能会升起信心，不再怀疑了啊！如果有怀疑怎么办？疑一定要断掉。为什么？它会障碍我们往生啊！断疑生信的方法无过于经教，经教有人讲好，没有人讲念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意思自己见到了，障碍就没有了。第一个好意思，接着看第二，因果。大论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说，佛住戒时出戒，用我们现在科学的话来讲，回归零能量点，零能量点就是真如自性。啊，戒时是烦恼的代名词，要把这些烦恼，总的来说，不外乎前面我们所说的起心动念、无明烦恼、分别叫尘沙烦恼、执着叫见思烦恼，烦恼无量无边。归纳起来不外乎这三大类，真正修行人就是在先前境界相当中把烦恼放下，啊，眼见色，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化身菩萨的境界。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决定生十八土。那如果不能，他还会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生方便有余土，啊，如果妄想分别执着全有，这六道凡夫生凡圣同居土，啊，不过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能小看
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为什么？虽然是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就是四十八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可不得了啊！你的地位虽然不高啊，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化身菩萨没有两样，不是你真的，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加持管用，啊，不是不管用，所以你就有能力到十方一切诸佛刹土，跟你有缘的众生，你跟化身菩萨一样，可以现身说法去度他们，有这个能力，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啊，佛一定会接受你，你是阿弥陀佛的学生，诸佛看到都另眼相看，特别欢喜啊！你供佛修福，闻法是修慧，福慧双修啊！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想去就去，想回来就回来，得大自在啊！啊，这是我们梦寐以求而求不到的，到极乐世界心想事成啊，所以不能不去啊。啊，那么佛所有烦恼都断尽，得一切智慧，圆满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不是赞叹的话，这是事实真相啊！故应受一切天地众生供养，以是故佛名应供啊，应供就是应该接受供养，为什么？为众生众福，众生没福啊，到哪里去修福？供养三宝是大福报啊，这一点不能不知道，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每一天修的福慧，在我们这个世界，无量劫也办不到，在极乐世界，天天办到。那我们对于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不再迷惑了，真正会发现呢，早一天往生呢，早一天成就啊，往生就是成就。凭什么成就？就凭这一点，福慧双修啊！在这个世界，哪一天才能圆满？在极乐世界，
天天圆满。又经营书业，这是我们中国法师隋朝时代净云寺的慧远法师啊，他为无量寿经有注解，叫无量寿经一疏，啊，他说正灭相应，故名为应。灭是灭烦恼啊，正是正德，自性本有般若智慧现前，啊，应有这个意思，这叫应呐，啊，又正灭故。何因供养？故云因供。啊，因为它有真，它有灭。啊，真就是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相好。自在现前的啊，灭灭三种烦恼，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灭掉了，这个时候应该接受供养，供养如来的无量无边的福报。不能不知道，所以叫因供。又慧疏曰：“万恒圆成，复慧具足。”跟上面意思差不多。啊，上面讲正灭相应。啊，此地说万恒圆成，圆满成就，复慧具足。啊，具足也是圆满的意思，应受天上人间供养，绕衣有情，故号应供。啊，在中国大的寺庙每一年有举行供僧啊，千僧斋呀，啊，供养1000个出家人，请他们来应供啊，就是中午请他们吃饭啊，这1000个人里头很有可能，如果家里修供养的人真诚如理如法，会有佛菩萨阿罗汉来应供啊。那么供斋的人应该把每一个来应供的出家人都看作真佛真菩萨这个功德无比殊胜
下面第三个德号，等正觉，梵语三藐三菩提。这完全是音译的啊，具足的说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翻成中国的意思是无，六多罗呢为上啊，这就是阿耨多罗是无上，三翻成正，藐翻成等，菩提翻成觉啊，等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所以等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菩萨因心圆满而成等正觉，菩萨在因地，佛是成果了，所以佛在果地，菩萨因心修圆满了，他就成佛了，啊，成等正觉是成佛。啊，旧习新旧是在唐朝玄奘大师以前的都称为旧习。玄奘大师建立仪场称为新仪啊，这个新旧啊是这么分法的啊，就以为无上正遍知啊，正是正确，没有错误啊，遍知那就是什么都知道，遍法界虚空界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就这个意思。维摩经照主，照是僧照大师，鸠摩罗什大师的弟子啊，他说阿耨多罗情言无上啊，那个时候中国也是在分裂的时候，这个情就是瑶情，鸠摩罗什大师在中国翻经的那个时代啊，三藐三菩提情言正遍知，这是旧义。啊，反作无上正遍知。啊，玄奘大师所翻的是无上正等正觉，梵文是相同的啊，两位大德翻的不一样，但是意思上都通啊。僧肇大师说三藐三菩提情言正遍知，道莫之大无上也，这个道是佛所证得的道，就是真如自性啊，真如自性大而无外，小而无内，无上啊，其道啊正正真正啊，其道真又真，无法不知真辨之也啊，这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现前啊，确确实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决定不是学来的
这一点我们要细心去体会。那对于古人教学的概念、教学的方法，我们才会欢喜接受。啊，你比如说现在学校科目很多，广学多闻，那佛法不是的，佛法讲你一门，一生就搞一门，不能搞两门，跟现在完全相违背。我们走哪个路子？走现在的路子是佛学，不是学佛。把佛的经典都变成一种玄学，变成知识啊，甚至讲它是神学。是文化里头很有限的一部分。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渐渐地明白了，接受了，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佛法的修学，目的是叫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成佛啊，所以佛陀这个名词要用现在的话说，在佛陀教育里面它是最高的学位再没有比这更高的，像现在博士学位每一个人都应该拿到，为什么？因为你本来是佛，你迷失了自信。所以佛法是平等法，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所以一切法跟自己是一体。那为什么不能成佛？你不承认，你不相信自己是佛，不相信自己有无量智慧，不相信自己有无量德能，不相信自己有无量相好，你都不相信啊！啊，你要相信的，极乐世界是你的老家，往生极乐世界是回老家，我老家样样现成，一样都不缺乏。啊，回到老家之后，你才真正有能力、有智慧、有道行，去帮助十方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你知道，那些苦难众生跟自己一样，自己现在破迷开悟了，那些众生还在迷，还不知道开悟。啊，他跟我们有缘，我们有责任，应该要去帮助他。啊，而且是无条件的去帮助他。就像诸佛菩萨帮助我们，无条件的。那我们帮助别人也是无条件啊，真诚的爱心，无量的智慧，德能相好，接引众生，真是无法不知啊。
幕后一句经言疏曰：“正者理也，与理穷照。”观乎里的说，即是就是彻照于离体，离体就是自信啊，完全明白了，一丝毫迷惑都没有了，所以变质啊。你看，你一见性，你要知道这个好处。我用一门见性，见性之后全明白了，不必要学的，完全通达。为什么？这是你的本能，你完全回归自信，完全恢复了本能。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好好回头想一想，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一个好榜样，他一生所说的这些经典，我们在大藏经上看到了。他从哪里学来的？谁教他的？没有啊。虽然早年头19岁离开家，到外面参学，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都去学习过，而且学习非常认真，学了12年，觉得怎么样？觉得没用处，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放下了。啊，这个事先用佛学的术语来说，19岁离开家庭，放下烦恼障，七情无欲。30岁不再参学了，不再学习了，通通放下，放下所执障，2障放下了。他在菩提心佛手下入定，豁然大悟。就能给我们讲十二不净。十二不净自己通的，没人教他。啊，他能讲，那些外道都听不懂。啊，他以前参学的那些宗教、那些学派，对他所说的都不能完全通达。啊，那些人也学啊，把他当作一种知识来学习。为什么不开悟？为什么不开悟？方法不对，一定要一门深入才会开悟，同时涉猎很多门。你学杂了，学偏了，所以你只能学到知识，你智慧没开。啊，智慧是什么样子？智慧是不用的时候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啊，起作用的时候，别人来问你，没有不能回答的，而且都回答得非常巧妙。启发人的智慧，这不一样啊。我们对这些地方要特别留意，培养我们自己的信心啊，对佛的信心。释迦牟尼佛决定不会骗人。
句句话都是实话，实话就是从真实心中流露出来的言语，没有通过思想，他不用阿赖耶，不用摩那，不用意识，转八识成四智，他用的是什么？大圆心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大圆心智就是大觉，平等心智就是转摩那识成就的。啊，妙观察智就是清净心转第六意识成就的。啊，转阿赖耶，用经体上话来说就是觉，转摩那平等，转第六意识清净，自信本自具足，不从外来啊。我们要把佛教再兴旺起来，要从这里兴。没有几个真正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法兴不起来。大摩传到中国来的禅，一定要到第六祖慧能大师，不认识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从这个地方发扬光大，王上五代都是单传，都是传一个。啊，那么在今天学习有一定的困难，大家不相信佛所说的。啊，把佛释迦牟尼也看成一个普通的人。啊，智慧比人稍微高一点，啊，而不能承认他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就难了。难到极处，佛法在这世间灭掉了。这是末法时期，末法一万年，已经过了一千年了，这第二个一千年，四十一年，啊，我们必须从这个老方法正看，用自己来做实验，我就一门深入。啊，我们这个一门实际上还是两门，但是两门是一门啊，那就是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以一句佛号为主，不以经为主，经帮助助修，佛号助修啊，那我们发心帮助这个苦难的世界
我们用什么帮助？学习群书之要。学习来做什么？把它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啊，奉献给这个时代的地球上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我们奉献给他们，帮助大家建立共识，目的是希望化解世界的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啊，带给众生幸福美满的生活，自己呢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没有第二个愿求啊，为什么？往生到净土才是究竟圆满。我们要发这样的心啊，要立这样的志啊，啊，群书之要是封我们一点心，不怕，我们用一句佛号把它弥补过来。啊，放下书本的时候，阿弥陀佛就现前，不碍事。啊，早晚要拜佛，要念佛，啊，要精进。精进我讲三步。现在人讲运动，啊，毕竟这是个身体，身体需要运动，啊，需要活动，啊，活就要动，不动就不能活了。啊，拜佛是动，绕佛是动，我们有这两样就够了，这两种运动就够了。啊，时间越长越好。啊，那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了。啊，世间名闻利养，财色名食书名食睡，彻底放下，啊，我们的依靠是谁？阿弥陀佛，诸佛如来，我们起心动念言行举止，佛菩萨知道啊，长吉光照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真干，佛真加持，这一定的道理。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最好的榜样。不能不知道。啊，下面第四，名恒祖。名有很多种的解释。啊，此地略举一种。第一个大论语，虚名、天眼、漏尽，这叫三名。啊，虚名是知道自己过去生中无量劫来生生世世
在轮回，在六道，在十法界，啊，在行菩萨道，全都清楚啊。啊，这是什么？证得究竟果位的人，他知道。啊，第二天眼，他没有空间的障碍，也没有时间的障碍，能看到过去无量劫，也能看到未来无量劫。啊，漏尽，漏是烦恼的代名词，漏尽就是我们常说的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放下了，没有了。啊，不但没有，连习气也没有了，叫真漏尽啊，都是妙觉如来所证的。啊，这个叫三明。啊，三明六通啊。啊，慧疏与净严疏说法了相同。均为明即三明。啊，这个明呢，就是讲的前面所说的三明。那第二段，但净言有为，明是正行，正法显了，故名为明。啊，这个意思是，明是你现前所证的。行事行为你在一切法里头这个法就是慧能大师讲的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自信所生的万法你没有一样不明了，没有一样有障碍啊！你对这些法体相作用啊，因缘果，理上事上，没有一样不懂的，没有一样不明了。这叫明啊，这个明的意思跟前面说的是一样，他说的更清楚啊，说的更深入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